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三节，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作工，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。但问题呢度讲到呢一个辛苦咧，系好似个商船。你知唔知道啊？你发觉你唔可以用马车由香港去到美国噶嘛？喺当时代系用商船噶嘛？一定系用船运噶啦，唔使谂噶啦，系咪？所以呢度讲到呢一个嘅辛苦咧，佢点样好似我所讲咧，就系过去几个礼拜所讲咧，就系佢理解咗成个环境，同埋并且去理解咗成个环境系一个工具去塑造佢，所以佢懂得喺里边。能够带出自己最大的贡献，你会睇到呢个唔系话佢被人监、被人逼。如果呢个讲话佢好似奴隶咁样坐喺商船里边罩艇咁，咁就另一件事。嗰个系被人逼，呢个系讲佢主动嘅。但系世上有几多人系懂得去主动去跟从神咧？我话听有人带你啊，有啲人都唔喐啊。你知唔知道啊？仲要同你斤斤计较啊，仲要喺内心当中咧，满晒疑惑啊，满晒自私啊，满晒退缩啊。冇人鼓励佢都唔参与啊！咁噶有啲人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、哦、今日眼瞓啊，哦，咁就唔翻猪一咯。我、哦、今日攰啊，或者有靓 game 打啊，或者啊有啲比赛啊，哦，咁我睇电视咯，我唔翻猪啊。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噶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即系嗰啲直情系唔好话主动啦，就算有人带住佢啊，佢都未必肯做。但呢度讲紧呢个贤妇咧，系懂得主动嘅活喺佢自己存在嘅空间、存在嘅时间流当中，冇错。弟兄姊妹，你而家活喺你自己嘅空间，你自己嘅光景，你记住，冇嘢系偶然嘅，全个人类历史都系倒模出嚟嘅。你自己根本系喺成个过程当中，你身边环境当中嘅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物，我可以肯定，甚至连佢哋嘅发型、佢戴嘅眼镜、佢着嘅衫，甚至佢哋嘅年纪，都系为咗琢磨你，就系咁简单，就系咁简单，就系咁仔细啊！呢个世界，呢个世界就系咁仔细去编排出嚟。但你懂唔懂得好似呢个贤妇一样咧，系能够用晒所有身边呢啲成为琢磨你嘅工具咧？因为事实上神真系用晒呢一啲嘢去琢磨你噶。你而家活喺呢个时刻，你活喺呢个时代，活喺呢个城市，你估系偶然噶？冇偶然噶，全个人类历史系为咗我同你噶。你知唔知道啊？你识得珍惜，你就会变成贤妇；如果你唔识得珍惜，你可以糟蹋晒所有呢啲嘅机会。而事实上我想你知道，在活到最后啊，人类历史当中最后啊的贤妇呢，即是按照 Oliver Tap 塑造出来的辛苦呢，才是最巅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我所说呢，即是我们讲时间的秘密的时候都讲过，其实时间是一定是呢倒返转头去安排的嘛。因为这个就是所有创造一个 game 去做一个的模型，或者是做一个建筑物，都一定是这样的。即是说他想有个最尾的产品的话呢，他倒返转，首先我要有这个产品。这个产品你用金、用铁、用木、用胶，都已经完全影响你最初采用的原料，是不是？甚至你用的帽，是不是？如果你那个只是一个倒立的，你用泥胶都可以做它的帽。但如果你用铁的呢、金的呢，那你根本不可能用泥胶的嘛，见不见？就如我所说，原来时间永远是这样的。如果时间是真的存在这个世界，时间是倒转嚟去发生的。其实首先呢是计划了个结束先，然后呢先至一步步去计算呢去怎样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心你知道，其实个结束已经计了了。神在结束的时候是制造世上最伟大的辛苦，最大量的辛苦。你能够有机会活在今日听我现在讲这篇信息，你知不知道你幸运到几紧要啊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是幸运得好紧要，因为这个时代呢是神最先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呢的这个时代呢，是一早已经计划了，然后才推算回之前这一班人他需要有什么东西去支持他啊，磨练他啊，生他出来啊，等他有这样的背景啊。好，那么一路数一路安排上去，才 去计划亚当夏娃的事迹的。你知不知道？因为就好像如我所说，你想着做一个用铁做出来的高达咁样，咁你就已经呢佢嘅形状啊，每一样嘢你已经计算晒，然后跟住去做个模，係咪？然后跟住搵啲材料倒模落去，诸如此类。你会睇到係首先由个产品最尾嘅 final 最后嘅产品去作晒所有嘅计划，去推算返之前应该係点样
开始嘅，即系成个步骤。所以你会睇到神系喺全个旧天旧地成为一个倒模咧，去倒咗呢个辛苦出嚟。所以当呢个辛苦咧佢出现嘅时候，你就知道咧，成个人类历史当中都系为咗呢个辛苦咧而去编排出嚟噶，吓先至系推算翻之前应该点样开始嘅历史，个历史系点样做。所以变咗而家你要理解就话，我哋而家为咗呢个时代，我哋能够每一个个别都能够成为辛苦嘅原因咧，你真系要多谢你身边嘅家人啦，你多谢呢个世界而家有嘅科技啦、进步啦、呢个城市啦、你而家嘅年岁啦，你多谢晒所有呢啲嘢，因为佢哋全部都系你为咗琢磨你嘅工具嚟嘅。而你有冇懂得用晒佢哋咯？吓，即系换句话讲，而家你嘅身上可能有好多你认为拖累你嘅嘢噶，系咪伤害你嘅嘢噶？但系嗰啲其实就系为咗琢磨你拥有嗰份饶恕嘅心啦，嗰份责任感啦，嗰份舍己嘅心啦。有几多好嘅嘢系可以喺而家你嘅光景当中去塑造出嚟咧？呢、这个贤妇就懂得利用佢身边所有呢一啲，佢仲唔系被动，系主动添。你知唔知啦？唔系人哋鼓励佢，佢先懂得懂啦孝顺啊，唔系人哋去教导佢，佢先懂得改善自己嘅侍奉态度或者系工作上嘅态度。啊，唔系人哋咧去监佢，佢先自己尽自己一个嘅学生嘅责任去能够咧勤力去读书。唔系，我讲紧唔系啊，嗰啲边系贤妇嚟嘅啫，嗰啲明唔明啊？嗰啲系烂泥扶唔上壁啫嘛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想你知道真正嘅贤妇咧，系要睇通呢一度。呢、这个就系点我花咗几个礼拜去讲俾你听，成个历史啊，弟兄姊妹，全个人类历史啊，为咗塑造呢个嘅辛苦。当然我哋可以咁睇，全个人类历史当中为咗塑造石安出嚟，但系同样石安都系一个由一个人去组成啫嘛，就系、是、你同我去组成啫嘛。但系你有冇睇下你自己嘅父母，你自己身边嘅有嘢，甚至而家你身上有嘅缺陷？又或者甚至你的缺乏，全部都为了琢磨你的。你会不会用最好的态度去完成它呢？你会不会用人家最意想不到的那么纯纯正直的方法去做你份生意？你愿不愿意？你愿意用这样的方法去承担现在你所有的这些责任呢？很多人去看这些责任呢，是一种负累而去逃避它的。就不像这个辛苦那样，这个辛苦你会看到我们所看的贤妇呢，它是主动去做。箴言第31章第13节，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作工，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。依靠你，就等你说话，永久不舍弃，牢记你真理，心依靠你，心境觉预备，盼坚守以至神气。神权能话语在我心刻记，神权能发咒，至圣洁是历世真理。寻求你真理，全程未远离，常持守不会退避，心里常存斗志与信念勇气。寻求你真理，教我心兴起，以信心朝气，彰显你说话光辉完美。盼靠着真理，朝终点